请问哪一位是 Susan Wong？ Susan Wong， 台中央，谢谢。有请多伦多华联总会副主席王清官先生颁奖。社区人士，是你们的满腔热忱，是你们用双手把温情送给我们的社区需要的角落。好，那在这儿呢，我们也想请问一下，今天还有没有我们通知了是获奖人，今天赶到了我们的现场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领奖的有哪一位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到我们的前边来。请问还有没有被通知获奖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但是